2019 Fighting 加一，2020凝聚前进的力量，2021超越，2022幸福 ING。经过不断的努力，嘉义市成为各界肯定的幸福城市，但好还要再更好，不断超越是我们给自己的目标。我们更要思考如何突破，让高峰变高原。所以在满足当代生活的种种需求，我们更要确保后代子孙的发展空间。2019年，黄敏惠市长就任之后，提出全龄共享、世代宜居的市政愿景。这是为了城市永续而努力，让嘉义市走在对的路上，回归前进的轨道。我们必须让永续成为所有政策的核心，起建户爱这灰桥桃，带着大家往永续城市前进，擘画城市永续发展的政策和计划。方向对了，这就对啊！新建设带动新发展，是激励改变的嘉义市。我们导入设计思维，让软硬体升级再升级，让永续融入治理，让永续成为生活，让永续转为商机。城市在承受极端气候的强降雨的时候，我们有更好的容量、更好的韧性来面对这样的灾害。在有这安全的基础建设跟有韧性的基础建设底下，我们城市才能够有更好、更永续的发展。绿色永续设计是新时代的价值，我们推动绿能永续循环园区，五大处理工厂将垃圾变黄金，把人为废弃物转换为可再利用的素材，100%处理嘉义市垃圾，实现绿色循环。续现在是国际上非常重视的一个议题，也需要很多的规范跟引导来执行。目前嘉义市正在进行我们嘉义市的近零排放永续管理自治条例的研拟，那也预计会在明年推出。永续发展是一种态度，一种行动力。我们透过区段征收、公办都更、市地重划等多元的土地开发手段，为嘉义市长远的发展不断奠下更好的基础。永续发展是这个世代最重要的课题，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透过教育扎根、多元宣导，一步一步把永续的观念融入市民乡亲的生活中。永续发展需要全民的共同努力，在环境面、社会面、经济面取得平衡。全台唯一100%低底盘电动公车 U-Bike 共享单车双臂运输是嘉义市的骄傲，搭配城市新路网升级公共运输部件，将永续带到市民身边。色环境着手打造低碳校园，强化实农教育，延伸数位学习，再链接全球，接轨国际，将永续的种子植入孩子心里，用教育的软实力培养永续人才。
又有所长，我们也让老有所用，让橘世代到银世代都能拥有更精彩的第三人生，让曾经为这座城市一起打拼的长者们，在这座好生活的城市里继续发光，翻转长者只能被照顾的形象。他们现在很乐意、很开心的来参与我们各种活动，然后挑战自己，发自内心觉得追求健康是自己的事情。青年是带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引擎，我们引领青年返乡逐梦，我们培育青年创新改变。青领派看家本领，有事青年行动提案竞赛，培养青年创新实验精神，新时代经济青年创业，设计力再导入，辅导店家数位转型，串联在地团队，营造友善街区，勇敢实践创业蓝图。我们现在所做的活动，或者是我们做的每一个政策跟每一个案子，我们都希望是能够带入创新设计，可以永续，不会只是一次性的一个烟花性的烟火式的一次就结束了。当生活处处是永续，城市到处都是商机，我们要产业转型，我们要经济繁荣，我们要城市升级，我们更要留给下一代一个有希望的嘉义市。嘉义有两座森林，一座是阿里山，一座是充满木造建筑的嘉义市人文森林。保存、修复、活化，实验牧场木都 2.0 工作聚落获奖不断，木都嘉义在兴起，孕育地方创生。続きまして、台湾嘉义市市長林惠芳さん。3.0 以整建维护、新旧融合为核心，在原有木造建筑上加入新式木造建材，建构木都聚落，打造第三座森林。我们用公有的这样子的一些文化资产，然后我们做活化。那活化之后，其实就让民众能够感受到说，其实政府带头做的这个力量很大。就包括嘉义市的都市更新，我们也想说用木都的，就是木都的都市更新。所以这个其实在全国各地也是首创的啦，或许也不一定能够复制，但我觉得这就是很可贵的地方。经济成长、社会进步、环境保护是2030年永续发展议程 SDGs 17项永续发展指标的三大面向，指引全球共同努力迈向永续。嘉义市重视经济发展，举办购物节、大型活动、宗教庆典、国际观光推介，成立单一窗口协拍中心，支持影视艺术文化，带动观光，运用区域治理平台拓展经济市场，辅导业者提升竞争力，参与国际市场。拼经济，我们说到做到。嘉义市盈利事业销售额连续4年再创新高，家庭可支配所得连4年突破100万。面对这个时代许多的挑战，嘉义市找到属于自己的解方，透过设计思维、数位转型、地方创生以及永续发展，融入了城市治理。今年我们要昂首新永续出发，透过跨域交流、城市加速、影响扩大三部曲，建构全龄共享、世代宜居、世世代代好徛起、段段细细拢嘉义，幸福的嘉义市。从人文城市、健康暨高龄友善城市，再到幸福城市与永续城市，唯有经得起检验，才能不断获得市民的信任，持续带领嘉义市往前走。有吗？黄敏惠市长是第一位，同一个职位、同一人当选届数最多、服务最长的这个一位地方首长，这就是打破大会纪录。我们有热情，有温度，我们与时俱进。预算是政策的量化，活动是执行的成果。嘉义市十大旗舰蓝图是以城市永续发展为导向的重要施政计划，还有永续论坛、建成3201城市加速、永续城市博览会，也都在我们的规划中。
嘉义市要持续发光，新永续出发。